哦，好，各位来到我们的马六赛综艺大赛了。马六赛，马。好，我们要来玩，就是我们要来玩这个香蕉皮的这个杯。好，我调色，调色一点。好，这样。哇，这样变成只有一颗电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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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的所有的运气最高我们是拿 D 吧，对不对？最高我们是拿 D， 目标就是 A 或 B， 先不要进太高，不然很容易失败。第一啊！哦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接下来，我都在想。果然就出在这里。好，完美。对呀，好像太高了。到底怎样？小赵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没调好？哦天，你看，马上就到了。
在那边放着啊。哦，我的黄金菇啊！哦，小心，可能会像马可一样，马可一样，偷偷迷惘的，直接被这炮弹给炸到，我超爽！哎，居然没有炸到他。哎、欸，老板说很刚好，就可以刚好拿出道具来当我的魔棍，这就叫做现场的剑术。是我的手吧？哎、欸，刚刚给我闪过，不要去发出那种打呼的声音。你难道自己都不会觉得恐惧吗？鬼影是我最爱的优酷，鬼影是我最爱的优酷的朋友。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不然其实我真讨厌。哦，那第二个物，哎，为何击打我啊？太缺了，真的太缺了。趁现在把它抓，概率太高了，不是？好啦 ，A B， 我们的目的是 A B 色的。为何我的速度比你慢呢？不爽哦！我不再过分了。哦，刚才到底是怎样？刚才是发生大乱斗就对了。失分吧，这家伙！小心我这个肉还走。别吵了，总结技能。啊？哦？怎样啦？哦。哦，可恶哎！为什么偏偏在我走捷径的时候，偏偏它就不见了？啊？你死了不关我的事。走捷径万岁了！可恶哎，我们两个互炸。马六宝宝真笨，马六宝宝超笨，你今天怎么那么不顺啊，拜托。
最后一关，拜托，这十字烧脑 B， 这样就算合格了。我这已经，要是这次再没有拿到的话，就已经连续四次了。拜托，好，不可能会走捷径的吧？只不过这个捷径是我最近才刚发现。谁呀、啊？错吧？还有分手的啊？有啊，这叫做别有用心。好啦好啦，你变什么？早听错了吧？哇，太衰了！两个跳跃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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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惨了惨了惨了！哦，耶！啊，等一下嘛，吼！我要看结果。看什么结果？拜托，这次是什么？哎，赞！我们达成目标了耶！